当当当啊，宝宝们好啊，我是你们人见人爱的老姐姐。上集不是讲到，就是因为我们在聊这个路上面遇到的人啊，是好人还是坏人的时候嘛，就是我和安卓意见有分歧，就吵起来了。然后嘛，老姐姐懒得跟他多逼逼啊，我就跟他说你要不要学英语啊，他不就同意了嘛。其实说回来呢，为什么我愿意花时间教安卓英语啊？对他而言嘛，如果他英语说得好的话嘛，当然对他旅行啊是如虎添翼。另一方面呢，这套英语学习方法是我原创的，是那种速成型的。然后呢，我把这个方法呢，就是应用在两个流浪汉身上过。然后这两个流浪汉跟我也是有可多故事呢，以后我跟你们讲。然后呢，这两个流浪汉嘛，学了不到几天啊，就已经发音啊，比那些就是学了十来年的人啊，已经标准很多了。因为原来嘛，我在中国人身上啊，把这个方法试验成功过，所以呢，我就想说把这个方法应用在老外身上，看行不行得通。所以等于说我就相中了安卓。其实呢，我这套原创的英语学习方法也没有那么神奇啊。就为什么他可以让一个小白啊，转眼之间啊，就成为一个啊英语大神呢？主要的核心呢，有这么以下几点。第一点呢，就这套学习方法的本质呢，不是去改变你，因为目前所有的英语教学课程啊，都是在教你怎么学英语啊，就通过改变你来去适应这套语言。那我的这套教学方法呢，它是把英语本身给改变了，就是把英语给简化了。然后呢，让你再去学英语呢，就会变得简单很多了。所以本质上来说呢，你学的又是英语又不是英语啊，因为我把这个语言系统升级了。语言升级这个东西嘛，你不要觉得很神奇啊。其实我们在大陆啊，用的这个简体中文啊，就是繁体中文的这个升级版。通过简化和引用拼音之后嘛，等于说我们的简体中文呢，就是繁体中文的 2.0 版本。所以呢，我们这些正在使用啊简体中文的人呢，本身就是经历过语言升级的。换句话来说呢，既然中文可以升级，那么英文也可以升级。同样的，任何语言都可以升级。中国不是有句俗语吗？啊，东西是死的，人是活的。啊，你既然这个语言学不好，那可能是个语言有问题啊。你干嘛要改这个人呢？你改这个语言不行吗？第二点呢，就是语言无非就是听说读写啊四个板块。简体中文和繁体中文在听说这两个方面是没有任何区别的。就比如说我可以在后台啊看到我这个订阅粉丝来自大陆的，有来自港澳台的，还有来自新马泰的。所以甭管我们用的是简体中文还是繁体中文，我们是不是在沟通交流方面没有任何的障碍。所以本质上来说呢，听说啊是不受影响的。那么剩下的在读和写这个方面呢，啊我相信啊，就是学繁体字的人呢，看那些简体字的文章是完全看得懂的。然后呢，啊，我们这些用简体字的人呢，看繁体字的文章呢，也是没有任何障碍的。就比如说繁体字这个龙，我从来没有学过怎么去写这个字，但是你把这个字摆在我面前，我是完全认得的。只是呢，你让我写的话呢，我是写不来的。所以呢，简体中文和繁体中文啊，最大的挑战是在写这一块。但是问题是我们现在活在一个数字时代啊，有多少时间是需要你真的用手写的？尤其现在有了这个谷歌翻译啊，我只要把一段简体字啊放到里面去，然后按一下就出来这个繁体字了。两个不同版本的语言就可以产生这种啊无缝的互译和互转。所以呢，按照中文这个简体和繁体的这个啊差别呢，你们去想象一下英文的简体。那么也就是说呢，英语的简体版本和繁体版本呢，也要实现啊在听说这两个方面呢没有任何的交流障碍。其次呢，就是在阅读这个方面呢，也很好去辨别和识别。最后呢，也就是说它需要一个工具去实现这个写这方面的转译。第三点呢，我们这些学习简体中文的人啊，都明白拼音这个东西，无非就是用这个罗马字母啊代替这个发音啊去输入汉字。然后呢，你但凡学过一点英语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其实英语呢本身就是一个 80% 的拼音系统。比如说像单词 big 啊，它就是 big 啊，它这个发音和这个拼写是完全一致的。而像这个单词啊，就是一个非常恶心的单词啊，就你们乍一看之后啊，都会觉得这个单词啊可能会念作 gun whale， 因为 gun 是 gun 就是枪的意思嘛， whale 嘛就是那个金鱼啊， gun whale。 但是错，这个单词念作 gunnel， 就你们就会觉得 what the fuck， 就这个发音和这个拼写就完全就揉不在一起去。所以呢，我们背单词啊并不害怕背这些像这种 big hit sort hard 啊这一类的单词，因为它的发音和拼写是完全一致的，就像我们的汉语拼音一样。而让我们真的恶心的是那些啊，就是发音和拼写啊不完全规则的这些英语单词，就是他们之间就是那种似是而非的关系。就好比数字8啊 ，eight， 它这个 gh 呢中间是不发音的，所以呢啊，当当当当啊，在老姐姐这个简体版的英语里面呢啊，就你们不会再见到 gh 这个这两个字母了，因为在简体英语里面呢，数字8就是 eit， 所以你们看啊，这就是简体英文和繁体英文的差别。你们不要小看啊语言上面一点点小小的改动啊，因为语言呢它是一个系统，它是我们认知交流记录的前提。如果我和你同样背一个单词，你要用到繁体英文的话呢，你就需要用掉3到4个记忆单元。
你又要记发音，还要记拼写，还要记它的意思。而如果我用的是简体英文的话呢，我只要记它的发音就好了，因为我可以根据固定的发音规则啊，一对一的对应出来那个拼写。因此呢，在这个学习和使用的这个效率方面啊，你通过一个单词两个单词啊，你是看不出来这个简体英文和繁体英文的这个差别的。但是呢，你想想看啊，英语里面有上十万个单词，日常英语里面啊有三万个单词，然后呢学术的英语单词啊又有超十万个，当你把这些都加在一起之后呢，你就能够明显的看出来啊这个简体英文的优势。最后呢，老姐姐还自己学代码啊，开发了一个网页，就可以实现这个啊简体英文和繁体英文的这个互译。我现在写英语的文章，如果遇到一些复杂的单词我不知道怎么拼写的话呢，比如说有个形容词啊叫做官僚主义的，英文说 bureaucratic，我会念但是我不会写啊，我就可以输入这个啊发音规则，然后呢就可以转译成啊这个繁体英文。就在这一点上面呢，有很多外国人啊，就他们都很吃惊我的这个英语的词汇量。本质来说呢，就是我同样背单词啊，我走的就是高速路啊，那宝宝们走的就是土路，所以你们背单词呢就总会背啊这个繁体英语里面的这个啊不规则的啊磕磕碰碰的这种拼写啊，这些单词恶心到。结果呢就是拼写记不牢，然后发音呢也发的不准，所以同样是学习呢啊，我和你的差距就被拉开来了。因此嘛，西方不是很强调这个批判主义思维嘛，就是这样子的。你英语学不好，你不要说是老师教不好，自己不努力，然后呢自己笨，可能本质上来说是英语这个语言本身就有问题。所以呢，改的不是人，要改语言。目前呢，老姐姐在对我上个版本开发的英语啊在做进一步的优化和简化，就已经在开始在语法上面动刀子了。然后有个美国人嘛就跟我说，他说你这个已经都是英语 3.0 了。所以回过头来呢，等于说未来的日子呢，我是在教安卓啊英语 2.0， 就是英语的简体版本，然后给他安排了课程表啊，上午2小时，下午2小时。然后呢，我之前啊就是录的一些视频啊，我有在我的频道里面，我把这个链接放在评论区。Fuck you fuck you boring open 然后第一节课呢，我就教了他啊英语的七个基本音啊，就是 R E U I O E U， 教他怎么发音，教他怎么控制口型啊，因为这七个音呢是非常重要的，是英语的基础啊，这就像我们汉语拼音里面这个 R U E U U 一样，如果你英语这七个基本音都发不会啊，等于说你的英语学习啊就废了一半。然后上午嘛，不是教了他2个小时嘛，然后呢我们出门吃饭路上面呢，我还啊训练的安卓啊不断的去练这七个音 R E U N O R E U A O 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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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其实这个发音练习啊就跟你健身一样，它其实锻炼的是你这个嘴部的、啊、这个肌肉群的这个控制，你只要嘴部这个肌肉啊训练的习惯之后呢，你这个发音啊自然就准确了。一方面呢你要掌握正确的发音技巧，就是这个口型，然后另一方面呢也很重要，就是你要多练，练到你不需要动脑，你的嘴部肌肉可以自然而然的啊去发出这个音，控制好肌肉。下午嘛，老姐又教了安卓2个小时啊，这个时候安卓就已经吃不消了，反正嘛就一肚子怨气啊，和我唠叨说我耽误他看海的时间。这里我说一下，其实我很小的时候嘛就是一个学习很刻苦的人，也算是半个学霸，我只要对一个事情有兴趣啊，我就会不断的钻研，就像我去啊开发了这个英语 2.0 这个版本一样。而且呢我是那种啊不达目的啊不善罢甘休的人，所以呢就是在达到目的之前啊，就是多少的努力啊辛苦啊牺牲我都是愿意付出的。因为我从小上的学校嘛也是那种啊省重点啊，我周围的人其实都是这样子的，然后直到我进入到社会啊，我才慢慢发现啊，就是我这样的人其实是少数人少数群体，大部分人嘛还是很喜欢娱乐化的这种生活的，悠哉悠哉的。所以我现在反思回来嘛，就是我当时确实给安卓的这个压力啊太大了，当时安卓不是还在抱怨嘛，我就拿了一张照片啊，我用谷歌翻译翻了一段话，意思是说你长得像哈士奇，哈士奇是所有狗里面最蠢的狗，所以你就不聪明。当时嘛我是半开玩笑的，半开玩笑的，我也确实觉得安卓不是那么聪明。但当时啊安卓看完这个翻译之后啊就怒气冲天啊，就蹭拿起这个手机哐一下把这门关上，离家出走了。未完待续啊，下集更精彩啊，宝宝们一定要多多的关注点赞啊转发啊老姐姐这个频道，这样老姐才有动力啊持续的做下去。喵喵。